好不好？你这打工啊，连钱付不了吗？谁给你们付钱？啊，你给我付。我给你付了没？哪给我付的？你给我付没？我今晚给你付，你坐车，你坐我的车，你不给我付钱了？是啊，我回来了，这样把你都给你付完，这个都。你了解清楚没有？啊。了解清楚没有？是我的了解清楚吗？咋说话？咋个咋付款？咋方式？这个包你哪个？我四十万。什么？哦，你是不打我付钱？你是俺之前是几个去的？我不给你付钱啊！啊，你我。你挣几个？我一天挣不了多少钱，你要我这几十几块钱，你赶紧给我付。是啊，懂不懂？多的我才多。才多，你付不付？为什么不付？为什么不付钱？啊？我咋给你付？咋哪个的？咋？对方咋了？雇我去？我给你说付吗？为什么不付？因为不雇你。啊，你没有说你给我钱。是啊，我也说我这付吗？你给我钱啊？啊？你给不给？我给你几百，给你钱，你也拿不给我了吗？我跟你说最简单的道理啊，对方请到我的都给我钱啊，对不对？我给你都给你们。你这坐车十几块钱，付不付？我不随便搞。我看你几把火，你看你。我给他等着你，咱给他喷喷锅，我这钱给我付了，你看。我为啥给你付钱？我这钱等于都给你付了，可以说吗？不给钱给你没有？谁说不给你？我说，那些电话号码，那话谁没有给你？听见过没？你也听见过没？这个行不行？